我们的动力太太哦，实在是很能干。你们这些人，是我重新爱上她。其实我刚刚要唱最后心碎那两个字的时候，我真的是好难过，就是要唱完了嘛。我讲我厉害，但是我觉得就是要不要让我们总总经理讲话？你是讲话，你是总经理吗？恭喜动力25岁了，终于成为实力偶像派。那我们真的是大器晚成型，50几岁了才有人喜欢。哦，当然当然，你说对了。大概是在1月份的时候，他一直问我说：“爸爸，你们的嘉宾是谁？”其实我很想跟他讲，但是想说给他一个惊喜，所以我一直没有跟他说。我就说我不知道，哎，我们还没有决定是谁。然后有一次我跟秋星他们一起吃饭，突然我大女儿就说：“哎，那你知道了你们的嘉宾到底是谁了吗？”这样，他就突然回答说：“五千晴啊，哇！”他就破功了。我跟我老婆就互相看摇头，然后女儿就尖叫啊，很可惜没有让她一个惊喜，但是她还是很开，当然很开心。反而爸爸的演唱会她没有很专心的在听，她只是听我尖琴。你刚刚就我尖琴的时候，你听到那个尖叫声应该就是她的声音吧。刚刚他们下场好像有一点点挫折，对，是有点挫折，因为通常不会这么尴尬。其实上台讲话我们都有时候就乱讲，就是随着心情讲，然后很少准备的，我们讲话有时候会很干啊，有时候所以我们都是很随性。因为他们五间情其实他们都蛮有才华，会写歌，会唱歌，会主持节目，会搞笑。以现在的这个偶像的歌手，我觉得难得有这样的。可能对，可能刚刚是我们拉低了他们的水准啦。他们也不好意思，就是我们的演唱会嘛。可是我觉得他们想太多，但是我觉得还蛮好的，还是很谢谢他们可以当我们的嘉宾，我们真的是很开心。抢走五间情的歌迷粉丝，怎么可能？粉丝比我们还多哎。对啊，对对对。上一次我们在他们后面表演完，歌迷那个人都走了呢，连他女儿都走了，真的我没有骗你，不给面子。留下来的都大概50-60岁的了。刚志玲哥有秀一下也是。可是秋星哥都没有秀到，因为我是 rocker， 我不做这样的事情。对对，没有性感的一面吗？哎，我性感在老婆的面前。对，我只有在老婆的面前，在这里没有性感的一面。我也没有乳沟，他有乳沟，我没有。他有腹肌，我也没有腹肌，所以是没有办法。我只有长相。哎，老婆，我说你超帅，就要重新爱上他。是我重新爱上他。哇。我们的动力太太哦，实在是很能干，就你们这些人完全没有后顾之忧，所以我觉得啊，实在太感谢他了。其实你们都不知道，一直在台上一直跟他比，对对对对，一直这样，他就刚好就在我们的舞台的右边。确定是他吗？有放很多爱在歌里面。然后有的是唱给他听这样子，他老夫老妻啦，唱给他听他会觉得哦他有心了啦。当然可能嘴巴开玩笑的，可是刚刚我有看到他在写情歌，就是很开心，所以我有几首歌就是特别看着他。哦，那有要做什么奖赏的事情？解禁，其实我们也没什么解不解禁啦，对不对？就是其实演唱会其实做那件事情会影响到吗？体力啊，对啊，体力哦，当然不会，我会透露一下高雄场的什么一模一样。认真讲了，可能就是嘉宾吧，可能有小小小小的，对对对的一个差别，但是保证还是很好看啦，好不好？我刚刚帮我剪掉，公司会骂我。听你这句话，我们回去又改了几首歌。